红的，好吗？来，这美美的，刚刚才抓的，热噜噜的，送给你，太开心了。然后刚才我说了，我把那个什么呢，鲜花一定要送给美女。然后明天是三八节，啊？送出去了是吧？我不想送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漂亮的玫瑰花，漂亮的花应该送给我心仪的女神。今天是三七少女节，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少女，我应该把我的美丽的鲜花送给我心仪的女神，请接受我的小小的爱好吗？耶、yeah, ，你就是我心仪的那个女孩子。然后一个男孩子可以长得不是特别帅气，但是一个男人一定要骚气，是这样的吗？嗯 ，OK， 宝宝你，我觉得你特别好看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我要去接个人。啊？我要去接我的。不是你拿个还给我的，那我不送了，那你要接人了。那不送了，那还我。走了，拜拜。走，别人找第五号送的，五号有几个？那我不送了，我都拿回来。我操！天哟，你们太贱了，我操！过分了。你太过分了，我。你大爷的！我这个乖乖，没事。我那个去，没成功之前觉得，这是你以为哦，我的很社会啊，女孩子生气了，没事，啥意思，小傻。